怎么看你我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爱上我，你会受伤的。喂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。什么？你是不是喜欢小萌？是说，回答我。我喜不喜欢他跟你什么关系？ 我跟他是从上海一起来这儿上学的，我有义务保护他，他不能受到伤害。哎，你怎么就觉得我会伤害林小萌呢？你们不合适，我们不合适。嗯，那你们就合适。关键是你跟他吧，你对他老是那种虚虚实实、真真假假、若有若无的，这有的时候不说清楚，他不就是一种伤害吗？那你还说我？ 那你有说清楚吗？我是很珍惜我跟他之间现在这种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能伤害他。哎，林小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他。嗯，我不说清楚，总比你闷在心里好。小雷，勇敢一点。 啊，你喜欢林小萌，我第一天就看得出来。隔了这么久了，他什么表示都没有，你就害怕改变啊，就害怕迈出这一步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失去，害怕林小萌跟你说不，是不是？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没有爱情，还有友情。 大学第一堂课，你走到我身边，问我旁边位置有没有人坐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希望你一直在我身边。你站在这里干嘛？ 小萌，这个是你借我的书，我还给你啊。嗯。哦，那个，这个书真的特别特别棒，你再看一看。啊啊。好。
你又穿成这样，我穿成这样怎么了？我们去约会啊！哦，约会啊！哦，泽泽俊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啊，我又不傻，你还想捉弄我？放开，我要去泡泡面。喂，我是认真的。哎，小王。 我昨天还你的书，你有没有看一下？哦，那本书啊，那本书我是从图书馆借的，我一大早给他还回去了。啊？嗯，要吃泡面吗？去。啊？你干嘛去？图书馆。你们两个今天怎么怪怪的？跟俩碍啥事？ 情书啊！你还？主权世界最美丽、最性感、最火辣辣的小王 baby，Oh my baby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给我，快给我！你真的很喜欢小王？有多喜欢啊？ 认识他比较久，但是认识时间比较长不代表你就喜欢他的。我就是喜欢跟他在一起啊，嗯，喜欢他很安静的样子，喜欢看他笑。如果有那么一天不跟他在一起，就觉得浑身不舒服。 总之呢，我就想照顾他。既然那么喜欢他，就把星星给他呀。哎呀，算了，回头烧掉吧。喂，别，烧之前进来观摩观摩一下。左裁决，你怎么就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？那不叫窥探，那叫知己知彼。还是你败。 小王，喂，张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去图书馆，没有找到你啊。哦，我刚离开图书馆了。啊，在俊跟你在一起吗？我不知道他人跑哪去了。他刚走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 刚干嘛？急匆匆跑去图书馆？没什么，我那个书里边有很重要的东西放里边了，我就赶紧拿回来了，已经拿回来了。嗯，谢谢。你看一下这个。干嘛？你写给我的？你先看。 这是左在俊昨天放在我房间的，你说他怎么这么喜欢捉弄人，一天一个样子，这种事情能拿来开玩笑吗？还好我认识他，我要不认识他，每天都要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，幸好我没有上当。那他要是认真的呢？ 怎么可能？他的乐趣啊，就是整天捉弄人，喜欢开玩笑。我才不陪他玩呢。还是你对我最好了，你从来都不捉弄我。
慢点吃，哎，擦擦嘴。来，给你擦一下。这边。好了，接着吃吧。也吃一个吧。不吃了。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吧。好吃。哎。这么乖，看书啊？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回学校啊。周天，你还去学校？嘿，有一个学妹，她要请我吃饭。你说，这么可爱的学妹，我怎么可以拒绝？是不是？吃醋啊？谁吃你的醋啊？你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？你看你自己的样子，还说不是？哼！你们这些女人真的很奇怪。我跟你去约会，你又拒绝我，现在又来吃我的醋，啊？你是不是神经啊？自作多情，我回房间了。哇！不是啊。哎，其实是这样的，那个学妹找我，她说希望我帮她的忙，帮她哥哥介绍工作，看我爸那边公司有没有空位。她哥也是念建筑的。喂，那你干嘛跟我解释啊？你很在乎我的感受吗？我当然我当然在意你的感受啊。那你是我室友，也是我的学妹啊。万一你说你心情不好，乱发脾气，那我岂不是很惨，是吧？好吧，我谢谢你的在乎。下次再来啊，拜。怎么样，你见到你朋友了吗？嗯，见到了。怎么不顺利啊？嗯，很不顺利。他们见到你不高兴吗？不太高兴，我把事情都搞砸了。我想我现在应该是整个垦丁最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了。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为你调一杯我独家秘制的酒，喝下去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这是什么酒？无忧无虑。无忧无虑。你喝一口就知道了。小萌，小萌 ，Hello， 啊，小萌你，哎呀，喂，
喂，小萌，你在哪儿啊？你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小萌，我是 Linda， 她在我这里。Linda。郑磊。小萌。小萌。你醒了。郑磊。我很想你的，我也很想再见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不要再怪我了，不要再怪我。好了好了好了。琳达，不是他到底喝了多少啊？就一杯啊。就一杯，一杯会成这样？他喝的什么？无忧无虑。无忧无虑？酒精浓度58，冰镇过后的高粱，还有我特调的糖浆。哎 ，Sorry， 我不知道他这么不能喝啊。他以前从来就不喝酒的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小猫来，我送你回去。来。不行不行，他想吐。好，再躺一会儿，再躺一会儿。哎，这可怎么办？赞俊要知道了，一定要发飙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所以你跟赞俊，就是他要来肯定找的朋友。琳达姐不是要八卦，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新仇旧恨呢？为什么他大老远飞来肯定，然后这么苦不堪言呢？郑磊，她就是妙妙的妈妈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慢点啊。喵喵，早餐来啦！谢谢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啊？要全部吃光光哦，这样一样才会好。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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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喵喵今天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呢？有。你病还没好啊？今天别到处走了，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好不好？啊，对了，我约了水莲伯伯谈一下修理水管的事情，啊。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呢。行，啊，那我出去了啊。嗯。喂喂喂喂，你现在就走，不吃早餐。去教室。老爸，小心哦。
你看这儿，这儿也都漏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不行啊，这样子，漏的也挺厉害的。这开关也不行，修不了啊。是啊。小萌，我来看妙妙。妙妙在休息呢。你没事了吧？没事。来，喝点热茶，醒醒酒。谢谢。昨晚不好意思啊，不小心喝多了。没事，是琳达给你喝了烈酒。头不疼吧？不疼了。你呀，别那么着急，欲速则不达。赵来，我没时间再等了。八年时间都过去了，就这么一会儿都等不了了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怎么帮？我跟你说啊，在俊呢是不可能对妙妙放手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妙妙早就被我带到上海去了。在俊有多爱妙妙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。赵来，我就是知道在俊的牺牲，我才一定要把妙妙带走。我不是自私的只为了和妙妙的团圆，而是我终于明白你说的话。我的一句对不起比起你们的八年实在是太廉价了，尤其是灾君，他放弃了一切来到垦丁，肯定是为了给妙妙一个好山好水的生活。我不负责任的举动已经耽误他太多了，请你帮我说回灾君，不单是为了我，也是为了灾君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妙妙不适应上海的生活怎么办？前期也有一些适应期啊，而且孩子的适应能力那么强，再说了到了上海之后不是还有你吗？他之前跟着老爸住在垦丁，到了上海还有个爹地，他没有失去什么，反而还多了一个妈妈呢。在俊呐，你这个接头都已经松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个水管都已经这么老旧了，这我看要换喽，整个都得换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这样吧，全部用这种铜的，啊。这个的话可不便宜啊。没关系啊，安全最重要。OK， 好。啊，田心。哎，老板，你帮我通知一下水伯，说我会过去帮他修牛棚。好。啊，你放这儿吧，我来洗。啊，没事了，我自己洗了。喂，在俊。啊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我知道了。啊，你放心，嗯，好，拜。在俊啊，他去哪儿啊？他要去牧场给阿水伯修牛棚，他担心台风来了。他还是一样这么热心，技工社社长果然没白当啊。他还是那个样子啊，到处写情书。建筑是建筑师写给大地的情书，我还记得那年课堂上他有这么说过。郑来，
要不我们去找他吧。行，这样我请甜心来陪妙妙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。走。谢谢你。哎，不客气，走了。彩俊啊，你买这么多木材干嘛？送去哪里啊？啊，之前答应了阿水伯，帮他修牛棚，刚好今天有空，赶紧帮他修一修。我说啊，我们这里的人呐，就你最热心，都是喜人，能帮就帮嘛，是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到到到到到。到，再到，再到，到到到到到，好，可以可以，路上小心啊！谢谢安哥，好，慢走慢走啊！来，大军啊，谢谢你啊，我还担心你不来呢。哎呀，我答应过你的嘛，肯定做得到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么热的天哪！好嘞。大军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每次都麻烦你，来喝水。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哎，来，谢谢你啊。啊，肚子好大啊！什么时候生啊？在两个星期。哇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啊，水伯，快做爷爷了。嘿嘿，哪里哪里，很开心很开心了。老公呢？哦，去台北工作了。阿水伯，阿姨，我们来了。啊，郑磊，你来了。哎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这位小姑娘是？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她是我和在俊的大学同学。哎，水伯你好，我是小萌。你好你好，小萌啊，欢迎你们俩到我这边来玩啊。在俊啊，这个地方很漂亮的，他们也很难得来，你待会儿好好接待接待他们，带他们去走走啊。我跟阿玉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啊，拜托你了。行啊，水伯，走了，好好玩啊。好。要帮忙吗？下来干嘛？我可以帮你的吗？我没时间照顾你。我不需要你来照顾。别烦我，放手。来这里，后面是海，前面是山，晚上这里夕阳西下是很美的。我来帮你吧。现在的右边啊，真的是风景非
一桥的美。来到这里啊，是不是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心旷神怡啊？这里的奶牛呢，也是非常的心旷神怡，所以他们产出来的奶真的是非常的好喝，而且他们吃的都是全天然的牧草，所以说完全没有添加剂的。这个吗？各位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呢，等一下可以体验一下了。哎，大家跟上，跟上！哎，要见无影了。哎，那个遮阳帽呢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太帅了！哎，你是成年人了呀？是不是？来，后面麻烦跟紧一点啊！后面麻烦跟紧一点。导游，哎，这里不是有挤牛奶的体验吗？我们想要去挤牛奶。对，我们想要挤牛奶啊！挤牛奶，我去帮你们问一下。好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大家好，各位想看挤牛奶是吧？对。你们太幸运了，干我们这个牧场的奶娘小萌老师今天在这。哇！哦，小萌老师说。掌声不够热烈！玉满，再去。王老师，我走了。再去。小玉要生了啊！快点跟我走吧啊！小玉要生了，对，快快快！我快不行了，快一点啊！喂喂喂，等，顶住顶住啊！顶什么呀？掌柜到了，掌柜就在那个医院呢。他好像快要出来了。喂，你眼住，你别出来啊！喂，还没到呢，喂，你眼医生，憋住。哎，阿玉，喂，我听我看电视听人说，深呼吸管用，深呼吸啊，深呼吸，来试一下吧，一二三，深呼吸，不行，好痛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来，快就开，就开了！怎么那么慢呢？呀！喂，快让开啊！让开！喂！护士，怎么样了？你们安心吧，母子都平安。真的？谢谢，谢谢，太好了。谢谢。妈妈，带小孩来看你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我刚才在想，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宝宝，开心吗？咦，笑了，乖哦。怎么了？乖哦。不哭。乖哦。阿玉，我们来看你来了。你们来了，那天谢谢你们了，麻烦你们了。我们都那么熟了，客气什么？哎呀。哭什么哭啊！你小宝宝好可爱呀、啊，漂亮姐姐啊，姐姐生得很可爱啊。哎呀，怎么还哭呢？别哭了，漂亮姐姐来喽。给姐姐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笑一个。她在笑哎。他表情很多的。
小萌，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？孩子没有爸爸。你别骗我们了，暑假不过两个月，你怎么可能会生了个孩子？你就说吧。好了，郑磊，你就别逼小萌了。就让我们先跟小萌一起照顾孩子一段时间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孩子的爸爸叫左在俊。我明白你意思，你是孩子老爸，那我也是孩子老爸。哎，爸爸只有一个，干嘛老是跟我抢？说你们我们的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啊。喂，预备预备预备，喂喂，三二一，哎，你不要再喝了，小酒怡情，大酒伤身。我想还给他，妹妹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不想还给他。再去，你一句话把所有的现实都讲出来了。你自己也说了，你不想把妙妙还给他，那表示你也承认妙妙是他的女儿。如果是你的，那你干嘛要还呢？所以你也希望妙妙跟着他回上海？不是啊，再俊，你那么无怨无悔的帮他养育妙妙那么多年，我相信你跟他一定有什么很深厚的情感，而且那个情感应该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楚的。世界上有一种话最难听，叫做实话，也有一种话最真诚，也叫做实话。先喝多了，我头好晕啊，你别绕着弯跟我说话，我听不懂你的实话是什么呀。好，我的实话就是妙妙不是你亲生的，但她是亲妈妈。无论他因为什么理由离开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就应该要放手。这些年你也够辛苦的。怕辛苦？我是怕妙妙受苦。妙妙不会受苦，她是亲妈妈，她会很疼妙妙的。我知道你很爱妙妙，但她也很爱妙妙。爱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自由也是一种。自由，让爱自由的去他该去的地方。再俊，你教冲浪的，你一定很清楚，你可以掌控一块冲浪板，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掌控一朵浪花，他要在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碎裂，什么时候离开。所以你必须变成一片海洋，包容着所有的浪花。